即係即時或者嚟緊會出現，令到你哋有足夠嘅預期咧？我希望喺九月之後咧，可以開啓一個比較試用嘅時間，係一個試用西九嘅時間，希望能夠俾免費俾所有嘅客人咧，或者所有嘅藝術團體去試用。結咗啊！亦都可以有啲免費活動俾所有全港市民。其實喺邊方面咧，你覺得係最為需要㗎？即係例如係佢做得係藝術方面啦，做得係一啲譬如博物館之類啊，定係點樣？其實我諗方方面面嘅都需要嘅，就係需要集體，即係要收集所有市民嘅意見咯，唔係淨係單方面一個樣嘢係需要。有兩艘芙蓉流動商店，有兩艘齊崩斜碑。呢度咧亦都有位城大嘅學生問，呢位咧就係嚟自城大嘅呢個創意媒體工業嘅。其實你今日嚟到呢度咧？